好，我是吉宝妈，我是雅群，他是凯叶。雅群，你结婚完房子也定了，对不对？对。那再过不久，房子就要交屋了，对不对？对对。那妈妈跟爸爸有答应你要帮你买家具，那个当你的嫁妆。所以呢，我们今天带雅群跟凯叶来金华家具。好，出发，好，期待了。好，欢迎光临。我们今天想要来看那个沙发跟床垫，可以麻烦你帮我们介绍。然后我们今天有带那个平面图过来，对，我们的格局图。然后我们床垫加沙发预算就是尽量抓在10万以内，就是沙发加床垫哈。对啊，就是再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姓陈，好，荣幸为你服务。好，那我们往这边走。好的。那个陈经理，我们有带我们那个平面图来啊。那因为平面图上面有标示我们的格局的尺寸嘛，所以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做参考，选择我们要的家具的尺寸。我会比较推荐这个规格的话，是摆一字型双电动的沙发，好，我们的电视墙，没错，哦，这样等一下，轻松推荐，好，很好处理，耶，好，那就麻烦陈经理了，好，走，来推荐一组我们公司沃和品牌CP 值超高的沙发，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平价时尚精品沙发，这个等于是算跟同业的竞品，在竞争的产品，所以它的 CP 值超高。开关在这个地方，对，先把它调高。那调高的时候，是不是对你的头部的放松很舒服？没错。好，然后前面那一颗开关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的可以抬脚的电动沙发，看，可以在这边滚，这个很弹呢、欸。经理，这个坐垫里面是什么？怎么那么弹？好，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坐垫里面是属于跟床垫一样的独立筒，但是我们独立筒怕它坐久会变形，所以我们里面加了 S 弹簧这是属于沙发界的 S 弹簧，里面是不容易故障的，不像一般的沙发它只拉皮带，它很容易松散下去。对，那再来介绍我们的皮革，我们皮革是欧洲，也是有采用欧洲原装进口的皮革。那这一组沙发是属于全牛皮，这颜色很耐脏耶。对啊，不会怕说坐久了然后看起来就是灰灰脏脏的。这个也很好清洁哈。平常我们保养的话，用清水拧布拧干去擦拭它就好。水就好。对，好清，好保养又好做。对，结构是一样也是一样是独立筒，只是尺寸的不同，大小而已。所以我们提供了两种颜色让你们选择。好乱哦！你看这真皮，真的是真皮耶。沙发，我喜欢这个色，拿去闻。你就这样趴着闻，一般的沙发都是做贵妃而已，所以它没有这个座位。那我们这个又提供了多了一个座位，所以连侧边都可以坐了。那如果你要躺要睡，就从这边。这一组这样要会超过10万以上吗？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公司厉害的地方，摇摆的地方。对，沃和产品是属于平价精品沙发。对，又精品又平价。对啊，又精品又平价又全牛皮。它的售价大组89000而已，全牛皮买还是比我想的便宜。还有一个重点来了它有2年保固皮面料是基本1年，对，结构问题是2年。对，那一般客户买这样的沙发都会担心它的电动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对啊，其实我们马达很少再出问题，而且这是我们公司独家代理的，我们的备品都有，所以你们不用去担心以后的售后问题啊。对对对，反正只要有沃和两个字就是不贵的，就不贵了啦。买了很漂亮的沙发，那也要有很漂亮的茶几，对不对？对对啊，我刚刚看到这一组还不错它又有原木，然后这个很像大理石，这是我喜欢的色。对，这个颜色还蛮好配的，它叫做陶瓷板，它是经由高温烧制而成，所以它防刮耐刮。那这个重点是你可以，你看这边也可以。
哎、欸，这个就 L 型的，很适合 L 型的沙发哈。我不是喜欢这种桌子。对，你就不会这样挑菇啊，太低挑菇，太高又弄不到。如果想在客厅吃饭，就挑高这样子。然后如果只是在看电视，就把它收下去，就是往前推。对，他说往前推，再不要用再推回去。买。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个茶几升降哈，它是属于跟这个餐桌是属于同一品牌、同一品项。那一样，这个你看我们哈，陶瓷板耐刮。好，那它有三个尺寸，它有150、180跟200。哦。好，所以可以适合自己餐厅对餐厅的大小。这是我们最喜欢防刮。我们一般都很怕很简单，很怕那个桌子被刮伤会丑丑花花的。这个防刮最好，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差不多同系列的，跟那个沙发桌一样的系列。我喜欢这种刷刷的感觉，就磨砂感。对啊，沃荷产品我们公司有提供床架。那沃荷的床架的话，你像这个，我们有做到啊防猫抓哦，就有5×6.2、6×6.2跟6×7。而且像这种哈，主妇们啊，常常在换床包啦、床罩的话，像这种无边设计的话，是最容易让他们换床垫、哦啊，很好换，下面可以再收纳。对对对对啊，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进去。对呀、啊。那像这样的床垫哈，我们公司为什么要独家引进自己来卖呢？哈，因为它不需要冠名，所以就用我们公司自己的商标。对，那我们老板的话很用心，就是说他还从日本啊，全世界各国去找一些比较舒适的面料。你现在用手去摸它，它是冰冷的，冰冷哦，冰晶的，所以它很舒服。对，它很舒服哈。夏天的话，或许你开个电风扇还都可以啊。有的人反而不喜欢吹冷气嘛，那骨头会酸。哎，啊，它的售价还没超过20000块，很便宜呢。对外面的话，可能就要36000以上。我现在可以疼一个小孩，所以我们公司啦有提供了杜拉里欧跟安球衣。那安球衣它的布料面料是属于可以再说一个比较抑菌的银奈米科技的，对，它是属于完全可以比较包覆性的床，对啊，很包覆，哎，超暖超包覆。那像我们这种瘦子就喜欢睡软的。因为没有什么骨头，有没有？没有什么肉去支撑，所以需要那个很软的床垫去支撑。肉男就要睡硬的，那你就要自己睡一张好了。那我们一人买一张好了，啊、一人一张单人床。来介绍我们的杜拉床垫，这也是我们公司用自己的商标。那它是属于木浆纤维，好，一样是用中钢的弹簧。那它的简单售价，它只有16800哦，有没有惊讶？好，更亲民了，超便宜，16800。哎，这个才16800，而且这是双人加宽嘛。我们是标准5×6.2，哎，标准5×6.2，对，蛮舒服的。对，海燕有没有听到？它三张床我都喜欢，都很舒服哎，而且这个触感很好。那比起冰丝，我比较喜欢这个。我不喜欢凉凉，我喜欢这种花花面面的。这个品牌哈、哦、是韩国的设计团队啊，它结合了很多的设计师，结合了很多的设计团队，所以它都是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木材。你可以从这边，这是等于就是一棵树啦，你看它连修边都不修边，让它自然的。应该简单讲说，原木的产品都是很厚实、很厚重的。对，你要看到有设计，会呈现很时尚设计的木头会很少。但是这个都有表达出来啊。对，表达它不会那么厚重，然后非常的时尚。好、木头能做到时尚就不简单了。对啊，很时尚。然后很漂亮。很韩啊。你像，很日风。你像哈、这个光线打到的话，它还会。会反光，这是合欢木了、啊。哦，合欢木，对。那我们隔壁也可以去看看它的沙发。好，这都亚麻哦，自然的布料，所以它的触感也是非常棒。哦，就整个呈现出，呈现出大气，人文风。这个不是你喜欢奶茶色吗？对啊，对啊。哦，桌子哦，茶几。我喜欢的颜色。
电视柜，整个都很自然风，就舒服。你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就会很放松，很舒服，哈、啊，颜色很好看哦。比起精致风，我更喜欢这个。嗯，这比较年轻感觉哈、哦，我也喜欢阿呆。风的感觉，韩国版无印风。嗯。Sweet God。我觉得长辈应该也会喜欢木头的。嗯。听说他们这边有一个叫 Nicolai， 哎，在那边，意大利的品牌的沙发，100%哦，漂亮哦，那个奶白色。嗯，这个可以调是不是？重的皮味有我哦，好好闻的、欸。这个它比较厚实的感觉，它很扎实，很扎实的椅子，然后也蛮大的。我喜欢沙发这个角度，那你头可以靠着就不会酸。经理，经理，嘿、hey ，来自意大利的沙发，这一组多少啊 ？Tiziano 的话，这一组的我们的售价是238,000。欧洲品牌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单价并不高啦、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公司独家代理，对，我们没有经过中盘商的加价销售给你们。哦，不然正常意大利沙发的话，大概一组都是460,000以上。至1,200,000左右，所以其实反而我们公司独家代理只是回馈给消费者，所以我们的售价啊才定在238,000，非常的便宜。对，如果以来自意大利来讲，200,000其实算平价。那个什么 Nicolai 的更高级的沙发，感觉更高级。这组比刚刚那组又再更200,000+的沙发，看起来很气派耶，很好摸耶，这个皮，对呀、啊，很纯，很纯，然后它的椅背很比一般的还大哈、哦，很豪迈，哎呀、啊，很气派，是我们家哦，我坐看看，哦，有够大片，就是头有支撑感的沙发都好舒服，对，这个我们以后我们家客厅也许可以考虑这一组哈、哦，对啊，那爸爸要多赚一点，爸爸加油。哎呀，我们问一下经理，这个有什么特色？哦，这个价位也非常亲民哦。这个尺寸因为有达到4米宽，它的售价才258,000。我要那个快跑，纯手工的，这都是纯手工的沙发。哦，那它有一个官方认证哦，就在于我们送货的时候有一个防伪标签。对，哦，还有这是防伪标签，然后它有使用说明书。对，哦，这个是证明它。连一颗螺丝钉都是在意大利制造、嗯，所以它是100%的意大利原厂制造、嗯。它不像一般公司，有可能是说意大利产品，但是它在上海，嗯、或是在马来西亚生产、嗯，它会找第二个产地去帮他们做生产，然后只是用一个意大利的皮革，它就要标榜说它是意大利。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个就是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嗯。所以绝对100%欧洲认证制造，原来是这样，是有保障哦。对啊，所以其实这样子看起来没有很贵，不会。嗯，所以我反而为你，第二品牌那个或可以调整到第一品牌来买，直接也会买得很开心。对对对，靠 get 大。如果你在有做市场比较的话，其实我们的意大利产品，是非常的平价，嗯。真的啦，你现场看真的超有质感，手感跟车缝线都是纯手工的，对啊，漂亮，坐感也超舒服的、嗯，然后看上去就是超气派的感觉，这一组那50-60%，哎、啊欸，这个还可以自己调颜色，对啊，是它还可以调颜色，好多颜色，对，好多我喜欢的色，嗯，这种的话，这种颜色，嗯，我都很喜欢，嗯、奶奶灰灰的，对。客制化，哎、嗯，这组沙发，它长得还蛮特别的哈、哦，嗯，很现代风、欸，很现代风，很北欧风哦，看起来很舒服哎、欸，那它真的是靠垫，刚刚有研究一下，它是这样子，这个要可以调，它怎么？它是每张沙发都可以调，两手从左右哎往上抬，哎，我来帮忙一下，
哎，这个等于是说，其实在家里面平常哈，我们就有自己想要的角度嘛，啊，所以就是要调整到自己想要的角度，哦，然后把这个塞到下面去，好酷哦！因为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哎，真的，太酷了，太低配了。哎，可是虽然它肩膀，它长得怪怪的，可是它做起来蛮爽的。哦，这个会，它这个靠背其实还蛮软的，你再这个，我再帮你调高好了，这可以调更高。靠还蛮舒服，它这个好像有透气的，哎，这是透气的，它有孔有透气吗？这个皮哈，哦，属于是半本朗皮，啊，它有稍微经过磨砂轻磨，就是用砂子去磨牛皮，嗯，让它形成绵密的触感。哦，这随时在沙发睡都没问题。我觉得它质感算是对得起它的价钱。对，我们公司1993年开始就已经帮客户服务，目前展店的话全省总共有差不多13家，所以在售后服务方面的话，客人不用担心产品上有任何问题。其实像你们刚刚看的，如果有不足的部分的话，其实公司有提供家具的配置师啊，可以专人到府服务。来金华买，就是买了以后，那售后的保固的话是非常的有保障哦。哦，它基本就提供到2年，啊，任何问题是由公司服务售后。终于逛完了，嗯，这里2300平真不是盖的，太大了。逛了很多沙发跟那个碰层哈，嗯，对啊，真的是大开眼界。一般我们平常看的家具都没有那么有质感。全牛皮，对啊，那我们刚刚有看了几款，我们已经放在心里的口袋名单。那雅群有特别喜欢什么吗？有电动沙发，电动沙发超赞的，对不对？而且经理还是说，嗯，那个没有那么容易坏，你就算坏了，他们也都备品，维修很快。喜欢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分享，然后开启。哎，赞！那下个影片见喽，拜拜。